好高兴可以成为波啤牌嘅气枪安全大使。气枪虽然系玩具，但系唔适当嘅运用咧，都会令人受到伤害噶。不过咧，治疗意义系要点咧？大家就可以喺安全嘅情况底下享受到气枪嘅乐趣啦。玩波game咧，或者射击活动嘅时候咧，应该佩戴适当嘅保护装备，同埋记得必须要佩戴护目镜。护目镜咧就最好到达7.7嘅标准咁就最好啦。 同埋记得喺视窗区或者射击区，任何情况底下都唔可以随地敌嘅护目镜或者面罩噶。所有手上面嘅枪咧，我哋都必须要假设佢系上咗膛嘅。喺任何情况底下都唔可以指向目标以外嘅嘢，包括自己啊。而枪嘴咧喺未射击之前咧，系应该指向地下嘅。另外喺射击之前咧，大家必须要肯定枪嘴到目标身后嘅位置咧，都系冇任何目标以外嘅人嘅。 防止走火而唔中其他目标，我哋必须要记得喺射击之前，手指必须要离开扳机，放喺扳机嘅护弓外面。而射击之前，记得要启动保险掣，直至到开枪嘅时候先可以解除保险。千祈唔好贪方便，喺非战区同埋视窗区里面咧，所有嘅气枪都系唔可以上架嘅。 无论喺任何时间，都唔可以喺非视窗区同非射击区外开枪噶。而喺非战区同埋视窗区里面咧，记得要启动保险掣，记得遵从在场工作人员或者靶场主任嘅指示，射击或者游戏啊。 喺 war game 里面咧，只可以用塑胶制嘅 BB 弹嘅咋。 喺公众地方咧，唔好摆你哋支枪出嚟喎。所有嘅枪咧都应该放喺枪袋里边嘅，最紧要系唔好引起公众恐慌啊嘛。喺生存游戏里边咧，系唔容许撩枪呢个动作嘅。撩枪系点？睇下示范先。 如果支枪咁近距离咁样打到你，都几伤下噶。正确应该系咁，因为撩枪又唔公平，又容易发生危险，所以大家千祈唔好撩枪啦。